有什么特别想要听的歌吗？心里好。基本上我已经这个笑话，你现在不要讲，就是基本上我已经就一蛮长一阵子都不再唱《心地狱》，因为已经唱到很深。然后因为我看到很多访问啊，就是一些比较有个性的艺人，像是德巴达、科库贝啊，或是谁，他们就说。唱什么样的歌曲，我常常觉得就是不想要唱给你听的感觉。但是其实现在我还就是又重新有那个感恩的心，就是至少还有歌是大家就是我写大家想听的，所以好尽量新的歌大家唱给你听。调皮，好，我带着唱新的歌，我先唱别首，因为我是别的想唱的。万华宇宙是不是？万华宇宙可以啊，可是要麻烦大家跟我一起唱，要不然一个人会很尴尬。